大家来说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汤汤一欢。收看大家来说笑，到底来听一下。哇，欢迎大家！打刚才这个六点的时候呢，这个打开电视，看这个我还有这个玉芳主持的《大家来说笑》。对，回来了，这边哇，玉芳终于回来了，这样。对呀，也要谢谢可莉那个时候的帮忙。对对对对，那因为我的小孩现在很大了，等到他的再大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带他来上节目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来主持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分两份的。那个主持费你就拿少一点啦，好不好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反正那是我跟你爱的结晶。我是说在节目上，对对对，我们从你恋爱，对一直到结婚，生小孩，对，到这个付出，对啊，很棒啊。哎，他那也免爱口罩说笑。恁家哪个陈说笑？没啊，陈大家。没，我们家今麦好名叫陈宇哲。宇宙的宇，讲到恁家的名吼，有一个观众朋友足古锥的哦，伊有吼写批来互你，伊讲希望恁家号啥物名，伊跟我写，伊讲希望呢能够取名叫陈哲生，而且我奶奶也同意。哎呀，伊讲因啦，啊，不过伊写的拢是注音符号，哎呀，很可爱。啊，不过伊个，哎，伊个伊写来时。名已经好好啊，对啊，伊讲已经注册啊，已经叫陈宇哲啊，啊，你不要，无法度，那个张怡萱小妹妹认为陈哲生就好听啊，无安尼啦，后一梯好不好？后一梯你讲，后一梯嘛意见好不好？小妹妹，后一梯叫陈哲生的对吧？对啊，我讲话问嘛，应该恁孙呐叫陈哲生，我孙呐有啥物？恁囝因囝啊。孙呐，哎呀，您孙，哎呀，孙呐，孙呐，孙，哎，您孙呐是侄子，您孙，嘿，你的孙子，嗯，再叫陈哲生，为什么？啊，您叫陈宇哲，啊，陈哲生，嘿，哲生，哦，哦，林哲生的小孩叫哲生的，对啊，啊，您的，您孙呐，您叫个陈陈生生。这都是咱最好的朋友，常常来的啦，吼，来，接下来要介绍今日好朋友啦，哦，那哎，真正常常来，咱也是算讲来，我们这部诶观众朋友就第一名诶，吼，常常来的，好，今日好朋友他们是桃园县八德市的所有叔叔阿姨、大哥大姐，欢迎。好，接下来要介绍我们今天的评审团，来，第一位是王秀晶女士。第三位是王丽文女士，第四位是王啊，不是啦，是江美玲女士。当伊嘛是一个王啊，玉字旁一个玻璃的璃啊，哎，刚才玻璃，对，玻璃的璃，也是一个王啊。哦，三位都姓王。但是能头前呢，应该是姐妹啦，秀金、秀金啊，跟秀姬啊。啊，你是姐妹还是？我是大哥。我新妇。啊，大哥新妇差一厘尔，差一厘。
啊，那叫笑笑。啊，那叫叫哎，不是大家叫少年的呢。对啊，叫叫姊妹啊嘞。对啊，啊有当时啊大官咧叫名，敢会叫唔对？哎呦，哇，拢叫新妇个安娜了。一叫婆婆叫。安娜打啦，对，啊叫你叫新妇啊啦，对对对，啊你才会当分，啊无叫名讲像秀金啊秀金啊，啊啊是叫足大秀金，来我来，秀金，无啦我叫你叫，你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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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，这种就讲的呀，台语就做这种就讲的音。我头先是金后边登基啦，那会当安尼啦？我要讲你手机嘛，你可能叫金鸡啊，哎金枝鱼。哎，安尼新妇甲大家感情就好诶吼，哦啊，真好，真好吼，哦，甲做当作大家查某囝同款，甲你同款啦，安尼吼，甲同款，甲阮大家同款。哎呀，伊讲大家讲，哎，我是 Maggie。啊，玉芳啊，玉芳 ，Maggie， 其实我们就是要鼓励大家，这个婆婆跟媳妇的感情要像一家人，要像姐妹，像母女的感情，这样就全家会和谐。对对啊。第一位呢，要来跟我们讲笑话，是我们的甜瓜小姐，欢迎。那个跟我姐姐吵架，然后我妈一气之下说：“你们给我滚出去！”然后我们就哼，我们要才不是你把我们赶走的，是我们自己要离家出走。然后我们两个就离家出走，走到门口，我啊，然后明天叫你离家出走好了。我好高兴哦，又回娘家的感觉很好呢。这个人，大家好，这个人。我这个人心机好重哦，蛙姐，我第一次看到他心机这么重，为什么？哎呦，音乐，这个哦，你刚才给卡到音了。吴梅姐刚才讲的，刚刚那个卡到音哦，对啊对啊，这个是没办法，我意大利熊有。人家播出的时候都要去鬼嘛，卡到音，对吧？哦，现在真的说瘦身有成。真的瘦了六七公斤，所以得让请丁字裤出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哎，你也是走在时代的尖端。要穿这个也是要有勇气啊。嗯，小兰妈，你干啥呢？就是我，你穿我嘛，你穿你卖安尼讲啊。你干我？你搞钱关真正唔敢看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你穿啊你，好多人真正咧安尼穿。但是讲实在，有个人一世人哦，唔捌穿过丁字裤呢。对啊，有个较保守的，就你捌穿过。就不可能啦，阮客户拢穿迄离婚底下较济啦。我要跟蛙姐表示，她的心态一直都保持是赤子之心，很年轻。对对，因为我真的很感恩大家来说笑这个节目，我回娘家的感觉，因为吼，今摆出去人讲，哎呦，天花，我鼓励大家来说笑，看到你咧讲俚语咧，我赞你了，啊，所以我就欢喜，可以打扮得那么漂亮，而且穿那么好看的衣服。对对对，这就是像讲我前几天去上一个谈话性的节目，伊就甲我讲。问我讲，为什么我甲迄资深艺人那大家拢足好？我讲根本你唔知了解讲迄资深艺人因的心理，其实唔是讲来上这部讲有会当赚偌济钱啊，是大家可以同居的感觉。然后干脆我靠人讲，哎，我昨午快点你的表演，我们就有一个表演的舞台，那种很窝心，对不对？谢谢。而且他充分的那个展现他的才能，像蛙姐真的了不起。他那个跟凯英姐，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对那个顺口溜啊，还有台湾的那种俚语啊，他们都算是国宝级的人物哎。没有啊，他是大学生，我是小学毕业生。哎呦，客气了啦。哎，今日佫赶快要来表演一段。你讲要介绍一挂食的物件。对对对，就是中南部的地方的名。哇，你好。啊，佮食的物件用俚语佮讲。安尼拍不下去。七个盐上盖好。白虎恋后第一步，甲鲜芋头上好食，麻豆油啊上出名。鸡山金蕉烧日本。哎呦！啊，北港土豆规大捆，啊，东港海产上盖鲜，恁无好食是哪边？宝
你甘蔗香果甜，万人碰柑大相打，啊燕枣白啊好口味啊好口味。好，谢谢，这个是上集。11个地方名，啊，都有下集，都另外还有11个地方名，拢足好听的哦，谢谢哦，你真的是台湾真女人哦。难怪你讲得足紧的，我看玉芳可能对金姐上好食，小日本。第三，哎呦，好水哦，哎，有认真，但是日本的金姐毛小咱台湾啦。那个小小鸡啊，咱台湾的金蕉这么大，金蕉这么大颗，有啊，有啊，我大看你吃啊，你爱吃台湾的，我讲你的金丝裤，我都唔知变哪主持，你挂超级，你爱挂后边，我前面也很漂亮啊，看到背面，来，鼓励鼓励，来，听你在讲一挂笑的是甲伊个。喝醉酒，对对，哎，我今天要讲的那个啉酒醉的这个小康啊，哦，伊就怕代志的哦，伊吼，知影讲吼，就有规矩的，就对啊，讲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啊，所以伊呐，今摆呐啉酒醉的时阵吼，啊，伊安尼醉到安尼蒙蒙西，啊，就用走路倒转去，啊，就骗啊骗啊骗，啊骗哦，一定爱骗哦，骗到弄着电火条的位置吼，啊，才搁行，哦啊。骗几支，弄几支，唔知。啊，第一时阵哦，拄好看到一个了警察大人呐。哎呦。嘿啊，啊看到迄小康对啊咧骗来骗去，啊就甲关心一下就对啊，嘿，就甲停下讲，哎，少年嘞，你现在来啉烧酒？哎，你到底到位？阿伯，我载你来等好无？哇，迄个小康怎把酒杯个？大人啊，你甲我看我的头遐。讲几类啦，啊！这警察就甲看，一、两、三类，哦，啊，等下若搁讲两类的时阵吼，拢总五类到的时阵，啊，我就到阮家啊啦。他要是抓回家，他说不用的意思啦。哦，那用这个来算距离啊。他一定要撞到电梯条，够距离了，怎样？五类搞到阮家啊。你到一到进去。有五根那个电线杆，像咱咧看电影同款啊。阿公，无出去啊，共立伫人个脚无？你要出去放尿嘛？两个，哎呦，你人立伫我讲歹势歹，结果倒来先伤暗啊。但拄我讲立伫你个脚，讲无咧，讲立伫你个脚有，哦，安尼我一摆。贺大哥伊讲离家出走，啊，离家出走写一张批嘛，啊，出去啊，啊，就讲伊个批就写讲。伊也无成功，绝对无爱倒啊！倒来，结果出去三工，钱开了了，就倒啊！倒来时，无伊倒来时，足惊，因为伊寄批嘛，批也未到嘛，逐工也等邮差。吴明杰吼，应该讲吼，迄个中将官带骂俩齐欢啦，平常什么呀？你讲啥？佮讲一摆。就是中将官，就是说一人之上，诶，一人之上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哦，对。伊哦，应该讲吼，我们平常很少在同台演出，但是呢，吼，我们的作秀有时候行到底，有一届吼去加个表演。吼啊！报到伊的时阵哦，哇，破声咧咧叫都对啊，伊就出去唱歌，看下骹吼拢是查甫的，吼查甫我去了讲，我足欢喜，足嗨都对啊，我唔捌看见哦，吴明志啊唱歌唱这么赞的，唱到会大卡去都对啊，吼啊大卡所有查甫拢甲抱起来金冠，抱起来跳都对啊，吼有够伊我无唱哦，有够穿的都对啊，就全部刷了，我就甲长官讲，长官下款，你看啊，迄邓丽君哦是军中情人啦，嘿，啊老公哦，我叫来阿妈吼，伊就是嘎嘎的精灵对不对啊？哦，我就安尼讲，对不对啊？嘎嘎精灵对不对？我讲吼，嘿，啊你知影长官安怎甲我讲无？长官讲对啦，嘿，嘎嘎乖三年啦，底部吼买变，要雕神啦。赛貂蝉，系啦，母猪赛貂蝉哪不对啊？哎，这真正啊，这是真正啊呢。哎呀，我去监狱，女子监狱我跳了，哇，金城武来啊！哎呀，因为就看无看到查甫人啊。对啊，人来拢是金城武啊。来，我
姐唱歌非常有她个人的魅力。你要讲要唱这条歌，其实这不好唱。我跟你讲，这首歌不好唱，但是呢，不会撞歌，绝对。那是我的偶像，绝对没听过的。一定第一次，大家来说笑，播出几年？嗯，快四年。你要四年啊？头一遍听到。阿哥，我捌听过你讲，捌唱过朋友歌还是啥？朋友歌，那是孙大，哎、哦，那个陶大伟唱的。啊，这是。而且是孙悦叔叔。哦，这最好听啊，很特别哦。阿金嘛，我请我的。来，小精灵，掌声鼓励，谢谢，谢谢。有个男孩年纪不小，什么都不明白，唱歌跳舞游戏玩耍，什么都不爱，早晨起床吃花袋，谁也不理睬，妈妈生气对他说，你应该不应该，他说妈咪呀、啊、哦妈咪呀、啊、哦，有个女孩小小年纪什么都明白，要是玩耍样样都厉害，活泼开朗又漂亮，叫人心花开。男孩见到小女孩，他目瞪又口呆，他说妈咪呀、啊，哦，妈咪呀、啊，哦。这个女孩谁也不爱，爱上这男孩。他们唱歌游戏玩耍，相亲又相爱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，叫人匪夷猜，大家唉声叹气说是白痴配天才，怎么呀哦妈呀哦，那个女孩就是我妈咪呀哦，说谢谢谢谢、欸、你口碑老龙样了，我知道我懂妈咪呀哦，一样行，很可爱耶，他自己配那个动作，好可爱，真的谢谢，因为他是我的偶像，哦，对，他是小坏蛋，我是小三八，谢谢谢谢大家，来看评审给我们几分，谢谢，来我们评审请举牌，第一位王秀晶女士，十分，王秀芝女士，十分，王丽文女士，十分，江美黎女士呢，啊，十分。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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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你赶紧装搭扮衣服怪怪的，对对，你怎么要穿一个驼背装啊？啥？我觉得哦，不要，我后面要长一颗瘤哦。啥物啊？无啦，人那是迄个，来来，跳过了，跳过。无啦，人这是大象，人是泰国的吉祥物。对对对对。以为他背了一个枕头呢。你说人家你后面也好像有一颗，这个是什么？麦克风。哎呀，对啊，而且忝的时阵，啥腾起来就当枕头，当睡了呢哈。对啊，这是这个很有造型。这是泰国背的，泰国七头背。哦，够注意啦。来，一般这个。我怎么穿啊？像这个背心安尼吼，内底尽量就唔免得花啊。安尼哦，有个人穿花衬衫搁打领带。花领带。哎，嘛是有家己。我是讲安尼较特别啦。安尼比较较会飒飒。来，这个很像他现在的心境，因为现在看到大哥改变造型，很年轻呢。我拄只看天花，哎呦啦，我歌也唱袂歹呢哦。哎呀，我见面就唱个奇奇怪怪吼。孙悦。对，孙悦哦，无简单嘞，嘿，有啊，咱天花吼，伊话一斤哦，一斤真认真呐。你我冇唱无咁，我冇唱。他未唱诶啦，你在讲中国的啦，讲笑话，来放歌一首。我上一集的诶，什么贵？婴儿贵？婴儿贵？万几块啦？我来从 ，no no， 啊，玉芳也婴儿贵哦。三万啦。咱到顶好不？你算算，啊，你一个人过来万贵，两个人。马国碧，对头哦，汤哥讲哦，玉芳哦，有个婴儿柜啊，咱三个家处理一下，我这啊，三万啦，算算，一个万，万里，白宇。我
来讲一个少年家啊吼，离家出走了。哦，花要等因兜要离家出走，因老爸一个大厅等伊啊。因老爸看到伊安尼，看到心情敢若无甲好个款，无甲爽个款，落去要来底，因老爸讲你要带，免甲管啦，我厝歹大啦。落去要来，房间款款的，行李款款的，赶就要走啊。因老爸讲，个囝呀，啊你是要带啦？免甲管啦，我要离家出走啦，一个厝内面都袂温暖啦，哈？我出外口哦，要饮、要搬、要享受、要快乐，拢足自由的。踮厝内面哦，连一个快乐拢无。哎呦，我要离家出走。因老爸讲，卖啦，囝，你要离家出走啦。吼、哦，你阿爸拜托了，你要离家出走，免甲动啦。我决定要离家出走。因老爸我当讲，好，你若要诚实要离家出走，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去买内面一下。爸，你要倒来，我内面欢迎你，我嘛甲阮跟你走。结果因老爸要跟你走。你老爸讲，这么你也走啊？我们从我孤单一个人，对啊，要对抗你妈妈。对啊，迄老差别，我嘛不会管啦。哦，这爸爸嘛是吼，大派。是咪？大家人拢捌想过要离家出走啊？唔知啊。我高中，我高中，你敢捌？我唔捌啊，唔是我捌想过，就是自己会想。以前高中想讲来台北，我是高雄人，想高中就想要来啊。来台北，然后伊就来拜迄个胡瓜做师傅。以前伊拢看伊主持节目，啊，就想要往演艺圈嘛。哎，一直在向往，嘿啦，要往上。安尼，敢无讲叫人爬，叫人骂啊？讲哼，我要离家出走。无咧，无。厝里袂啦。哦。是家己迄个想过有明星梦。明星梦。对对对。我你大概是都达到这个愿望啊嘛？哎，袂歹。其他你要管的，嗯。我有那个跟我姐姐吵。然后我妈一气之下说：“你们给我滚出去！”然后我们就哼，我们要才不是你把我们赶走的，是我们自己要离家出走。然后我们两个就离家出走，要走到门口。啊，你们不是吵架吗？对啊，可是我妈很生气的把我们两个人赶出去，就变成两个人就同心协力说好，我们要离家出走，走到门口，我啊，然后明天再离家出走好了。离家出走够看你自己啊。甲贺大哥讲的同款，贺大哥伊讲离家出走，啊离家出走写一张批嘛，啊出去啊，啊就讲伊迄批就写讲伊也无成功，绝对无爱倒啊。我倒来，结果出去三天，钱开了了，就倒啊。倒来时无伊倒来时足惊，因为伊寄批嘛，批也未到嘛，逐工也等邮差。伊来啊，也等邮差，伊就讲因老爸收到批讲。奇怪，啊，这囡仔都好好一处，那有啥物？下面不会，下面不成功不回来。他来讲吴敏小姐哦，你能其实我客户啊，你看还偷对啊？其实伊偷我，伊给我无几回啦，啊，我叫客户就有原因啦。是安怎嘞？因为我较早伫咱中视演那个三八千望千家吼，差不多年纪都八十年迄个时阵啦。八十年。诶，今个即马叫十六年前吼。哦。十六年前。伊说伊是演我的客户啊，啊我演一个查拉机，哇，这相片你看到有无吼？迄就是阮客户啊，啊迄好景，迄就是我本人嘿。伊说阮客户外行，你知唔知？会当做300多集的这个连续剧哦，头一届破落的。哎呦，头一届破这，做300多集了。哇！我那个南部拍戏啊，吼，我一人看戏卖偌济呢？我一人去围看，看伊咧拍戏呢。我去到迄个南部，迄个新营，迄个白河东山，你知无？白河。关南岭。诶，关南岭迄方面啦，遐拢规个拢是野外，拢搭只鱼啦，是旱季鱼啦，拢去遐拍迄款，较擦床卡鱼就对。啊，伊一届哦去遐拍鱼哦，你知阮客户啊，对吼，有哪膀胱无烂。哦，对咧。嘿啊，啊拍一半来讲。讲比较要紧啦，啊导演个导演啊，等者吼，我来去迄个边啊方便一下，方便一下，边啊佫无便所，啊就去找，哎甘蔗鱼吼，较上方便甘蔗鱼，迄较接管滴个，迄刚刚停滴啊，甘鱼啊足管的嘛吼，啊阮客户就去甘蔗鱼，就去啊看无人的时阵哦，啊就哭人的，就哭了俩，都哭了时阵哦，都看到甘蔗迄边抓呀，看到一个乌里山头出来，咦，我客户啊，惊一个啊，呼！我丢人哦！我就工作人员，你看我拢听过啊！你是安怎说啦？看结果一个乌里桑，好，我弟哥呢？我去看我客户放尿啦！我去到那个站门，哎，老伙仔，你安尼看你捌看到啦？我到那个站，迄个老伙仔讲，你莫甲我拍，你莫甲我拍啦！我唔是要来偷看伊放尿的啦，我是伊的戏迷啦！啊，我拄仔恁咧拍伊哦，我拢无时间，然后我伊身躯边哦，啊，我都摕张相片哦，啊，要来伊签名啦！啊，我签名的时阵哦，我要坐火车要等伊台北啦！哎呦，对台北对来啦！
不简单嘞。系啊系啊，唔是要看头彩料的啦，唔是要看头彩。系啦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唔爱误会啦，伊是摕相片要互伊签名的啦。啊，我对他感激唔起。太痴心了，这个影迷。对啊对啊，哎，你要多你拍一张，别伊袂当歪啊。啊，对，我想讲，伊个微商伊家己是咧大号。大号。呀！我家己咧。哦，原来是你的是名美。啊，你拢有代表作啊，像今仔人。快点！你应该拢叫你叫阿妈，叫阿妈。那个时候人拢叫我亲妈，亲妈。所以我亲家足济，亲家就是拢叫叫阿妈。对，来来来来，今日康隆大哥来吼，爱唱歌，唱歌，哎，你唱歌也是非常有特色。再来，这条歌是陈百潭。对对对，较早我咧，我嘛是咱中视零零七七的主题曲，叫做《敬重》。来，鼓励鼓励。若有竞争，才有进步。是练功夫，着照步数。若是赢的时阵，不免想骄傲。输的时阵，就爱有风度。振作，着振作，刀片袂当改善结果。作就振作，起无全人的思路，不免惊，搁继续拼，不免惊，搁继续拼，最后一定有前途。好，振作，来，我们来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？评审，请举牌。来，第一位我们的王秀晶女士，十分。王秀芝女士，十分。王丽文女士，十分。江美玲女士呢？十分。谢谢谢谢啊，赞。耗子阿翔来搞笑。哦，来，我偷听的，哦。啊，行过安尼吼，一直喘一直喘。今仔日透早吼，阮查孙吼，啊去上课啦，讲袂过十分钟啦。哦，啊，阮家吼离学校足远个，哦，啊行到脚拢软去。吼，啊天气够热，爱过马路吼，这条马路哪会这大条？哦，我塞卡慢呢。哦。我车足济安尼，耶耶耶！我足济安尼，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翔啊，时间已经要到八点啊，搁无赶紧去上课要迟到啊，我紧来过马路咯，无车紧来，嘿嘿。啊，回来回来，阿伯，你今仔日叫我呀？你回来回来。回去，回来，你叫我呀？嗯，哎呀，哟，嘿，哎嘿，哦，啊，你要去上课？哎，我要上课嘞，什么代志？安尼吼，哎，无啦，是安尼啦，啊，阮孙吼，哦，甲你读钢琴啊，安尼啊，即个嘛，哎，透早要去做便当，我送伊来啦，哦，系啊，吼，啊，一级班嘞，我五年八班嘞，五年六班，六班什么名？苗小丽，苗小丽哦，嗯，哦，拍摄我唔捌，再见，准备上学去。回来回来，啊，什么代志啊？阿伯啊吼，嘿，真可怜着。啊！这大路这大条，哦，唔敢过啦，唔敢过哦。嗯，你坐阿伯过。我甲你坐过哦。嗯，哦，坐过是，无要紧啦，你要较紧哩，我要八点，我要上课，要迟到。嘿，啊，我行未过，你甲我挨者。我看我哪去甲你挨过啊？你哪挨者喏？嗯，敢无汤呢？来来来，我你紧起来，紧紧。来了来了，少年的安尼。来，今仔日紧紧起来，紧。来，二三，就要起哩哦。我先把伞准备起来。我见我要卖货啊，紧嘞。嗯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哦，哦，足重的啦，哦。重的吼。哦，啊，这边过马路啊。在你哦，哎，有车有车有车，哦哦。紧紧，我紧紧紧，好紧紧。哦哦哦，我
伯，你发动的啦。哦，阿伯，谢谢哈。好，我们来，我们来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上学去。快来，快来，快！阿翔哪样？嘿，阿伯，你哪会去？来啦！啊，拄只你搞爱咱落去。哎，阿弟，来聊啦。阿弟遐，阿弟。你搞我带着，我爱过，我讲爱，真快你，袂记袂，阿伯你较你较正经嘞，较记记，咦，哦，他，哦，我听嘛，哎呦，我地，哦，出单嘞阿伯，我你啊，你啊，我你看下，不是啊，哦，哦，阿伯你出单嘞，你较紧嘞，较紧，鞋啊紧穿穿，哪有人咧跳开讲鞋啊无穿的啦，我上学买袂赴啊，我老细搞买嘞。进来啦！好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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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哦，哎，哦，进来阿妹，也要进哦。嗯，进，进，我进，进，进，我进，进，进，进。哦，哎，阿妹，也要你有进过啦。哦，好嘞，再见。上学去，对。好了，好了，是干哪啦？啊，你物件嘞？来，来，来。啊！你开个，哎呀，穿穿个面啊！老岁仔人对你无，哦，你搁干啥？我就忝的呢。进来啊！哎呦，哦，这个囡仔袂歹，一、二、三，我走，跳二，啊！我进来，进来，我抢进来，我进，我进，进，啊！走走，哦，哦，哦，我就忝的啦。阿别见物件，歹势歹势。我你讲一个，你物件跳我跳我。物件你要跳？哎，跳我跳好。你等下搁袂记，我就害。好。哎，拢我跳我。安尼好。啊，你拢有啊好？拢有啊。鞋啊无穿，拢有穿。安尼好。好。哎，阿即马，阿你啊，即马好过。哎，见见见。啊，你物件拢搞起啊？我来跳下子。啊，我来跳你啊。啊，见见。哦，这个下人袂歹。好啦。嗯，哦，走。啊！叫起来警官。我这打面阿伯啊，阿伯先管啦，阿伯要过来去，我过去，我过去，哦，我吃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阿伯先啦，冰块啊，阿伯先等一下，稍等，好，阿伯，没有没有，阿伯，阿伯来了，阿伯来了，阿伯，阿伯来，阿伯要叫人，那叫很难呐，哦。我看这阿文，无啦啦，我们二少年，二少年，哎呦喂，我太贵了，不要你，上那管哦，上那管，上那管，爱在家己要行，你去叫我爱啊，啊，啊是啊，上课没有啊，你倒啊，哪样嘞？来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吴玄金，吴明姐。哇，好高兴！明姐好，我都飞了了呀！太棒了，太棒！就你，你去跟多龙在我家。哎呀，你嘛是健康啊！系啦，其实健康就好啦，对啦，欢喜就好啦，欢喜就好，有影啦。啊，若讲吼来参加咱这大家来说笑，是讲我嘛足欢喜，啊嘛感觉来个足歹势，足见笑。为什么咧？啊，你定来个足皮皮的。我是怎我看你个人拢感通告呢？伊就是拄啊咧，你看伊的造型拄啊。啊，拍戏拍了过来啦。美妇，美妇个。美妇打扮哦。啊，本人是足少年。都是讲。是内底演阿嬷，其实是足少年的。嗯，还好。哎，我感，我感觉即摆的戏啊，拢怪怪的。嗯。拢咧两个人吼，年纪差不多，啊，不过有人演妈妈，有人演。囡仔，亲像我招来阿妈吼，英雄啊，阮孙吼，我是私底爱叫伊细弟阿兄呢，啊，伊不加我三岁呢，哎呦，叫我阿妈呢，个恩将辈啊，恩将辈啊，那个比伊个佫较济岁，系啊系啊，长青大哥佫较济岁，亲阿伯吼，加我六岁，伊还叫我五嘛，所以台湾南面的观众朋友拢讲，恁的艺人根本就是妖怪。你看，有永远的小朋友，就是黄西哥啊，搞进哥 N A 人的孙呐。对啊，对啊。可是他那个脸真的按照看拢未老呢。未老，怎样？也保持年轻的心呐。对对对，还有哦有哦。有来来来。啊，今日吼真欢喜，哈！啊，我今晚吼，你也知影嘞？你看伊今晚吼，吼，介成功。
啊，介乖，啊，你往那吼足进步，咱讲实在。安尼哦，要唔过你拢唔知，伊虽然是活真活皮。对呢。吼。啊，囡仔就唔捌代志啊。嘿啊，啊，伊吼真的是吼，人讲整个死无人就是伊啊。哎呀，我被气死嘞。死无人。阿姨哦，吼，他真的是一个破坏狂。哎呦。啊，嘛袂安尼讲，那囡仔吼，囡仔啦，囡仔气弹吼，敢若永远用不完，你相不相信？好好动。嘿，啊，不过伊阁袂歹。那即摆囡仔，你看拢吼，诶，敢若去飙车，啥物人伊袂，伊是一粒球啊，一直啃，一直啃，一直发泄，你知道？所以若要讲吼，讲鹅肉嘛爱甲鹅肉啦。啊，伊拢真乖，吼，伊拢一直啃，啃咧边咧一直啃。啊，有一摆毋知是啃了伤悬，听到边边，哎呦，我害啊！那个玻璃缸弄弄破，弄弄破，当要安怎？囡仔惊着，爱着紧走啊嘛！啊，走到一半，伊佫想着讲，袂用的，好，迄粒球我上爱的，啊，大家拢对我遐尼久啊，我袂用讲，嘿啊，对无吼？迄粒球无捡到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咱讲实在，康康就是这点，让我听的入心。伊的人虽然讲做唔到代志，但是咱赶快，这是一个机会教育，要。勇于认错，哈、哦，对不对？这点我永远拢放在心。不要谎报年龄。我意思是讲吼，人伊真乖，伊进去隔壁吼，人弄破玻璃迄间，吼去共饲电灯，结果呢，人个头家娘出来，对吧？人伊真乖，阿姨，是的啦，吼，迄玻璃吼是我弄破的，要过你放心，吼，我一定会负责，吼。啊吼，我一定吼会叫人吼，甲你这玻璃装好。啊，你若装好了，你去粒球才害我。本来人是气到讲要甲，对对对，五斤鸡要甲鸡落，你知道？老公伸手不打笑脸。哎，对对对，对吧？看这囡仔趁你还不带去。嘿，个好，啊，人伊讲安尼就是安尼，哦，我咧就走啊，两面。就带来啊！真实，伊讲你放心，吼，人伊吼真敖，真敖，这个玻璃吼会甲你装甲水水，吼，安尼啊，人咧就欢喜啊，吼，对无？啊，然后呢，好，就看你装啊嘛，来，求下你，吼，人求三下就欢喜就走啊，啊，无外久，人咧脚手就美，还玻璃就甲装好啊，太太两千，啊，两千啊，一块玻璃两千啊，两千。嘿啊，嗯，啊你不是那个囡仔的老母，啊你不是那个囡仔的老爸，我咧塞你一脚咧，哎呦，啊你好好好，啊两个多少少会起你困多好，一个是我老爸，一个是我老母，哦，所以这囡对吧？伊虽然就是咱讲实在，就是只巧。你哪知影这个代？我哪知？咱妹妹高阳啊，你袂记？哎，有生意头脑啦。无啦，等下弄个安尼小聪明。小时候会这样。对，有的时候，但是呢，他前面都很对，对不对？勇于认错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知错要改。先卖讲我，你讲伊，听讲因母啊嘛，甲你讲伊细汉的代。我敢有？有啦。我来讲啦，迄天吼，咱两个无去菜市，我干嘛讲哎？有影，小芳进步啊！结婚吼，结婚甲无结婚哦，你有感觉无？差足济。真正。较早咱开钱拢开免惊的嘛，费你家己赚的嘛，对无吼？即马拢会想。哎，即马拢会想安尼，会欠安尼。对。我是讲，迄天你安尼吼，我足见笑。你无讲我先走。哎，讲人哇，即摆西瓜就是足甜的嘛，对无？对啊。头家拢会发讲，来哦来哦，我的西瓜足甜的，无甜的免钱安尼。哎，人伊遐大明星，我去，咱嘛对去咧。头家啊，你即马讲啥？足甜的，敢真是足甜的，有影？足甜的，无甜免钱。人伊讲，安尼无甜的，甲我摕一粒来。拜托的，哎，一碗。哎呦，阮家好闷的。家有糖尿病、高血压，袂当食伤甜的啦。太嚣张啦！无甜免钱，我哪会唔知？哎呦，反拄啊，暗顿对无？佮共包足侪甜辣酱，啥物货倒来，我们摕倒去厝。我讲，阮拜拜，阮逐工来录影。买水果诶，拜拜。买啊，阮包一大。啊，我看到讲，哎，奇怪，迄哪有泡面？讲泡面拄啊拜拜拜神诶。我讲，我无啥物食，我无包包袋，包包袋，我拎袂去食。一股影咧，有差。哎，感觉顶悬拢三个空。啥物意思？差香。啊，你敢有甲恁？见迄个刘珠啊，安尼，即摆用完，还佫当顶边佫用。哎，那你要看，因
为查甫的，你知无？系啊，查甫的尿尿，当头前只淡起，后边拢呆的。你再换个边再来一次。你看，一个一片尿珠啊，5块，你知？哎，这么就贵的呢。5块，你讲哦，我囝，我送伊一个迄什么贵婴儿贵，婴儿贵，10000几块啦，我就想。no no， 啊，预防也婴儿贵哦，咱到顶好不好？36000哦，对啊，36000啊，对啦，阿廖 no no 讲，安尼话偌济，我讲36000，伊讲，伊算算，安尼一个人过来万八，两个人，马国碧，汤哥讲哦，预防哦，有诶婴儿贵啊，咱三个甲处理一下，我这样。三万啦，是不是？一个我万里，白云。哎，阿爷婴儿呢？嘿，阿所以伊阿婴儿过顶关有关的名。哎呀，拢总贵个，安尼贵个，四个呀，四个查甫，哎，四个叔叔生的。哎呦，哎，安尼永远的纪念呢。对啊，加再无招40个来买。你瞧，人家哦。这拢明星呢，嘿啊，对啊，那个赞。啊，恁刚才我刚去，俺刚去是出，就是我刚的，你在那我上面面讲个嘛？哪一家贵啊？你那百年后迄个贵啊，值钱。对啊，高档，高档，高档啊呢。啊，你今天要来唱这条歌叫做《誓言》。哦，《誓言》来。掌声鼓励。来看评审会给我们几分？来，我们评审请举牌。亚白亚，第一位，我们的王秀晶女士，10分。王秀芝女士呢？10分。王丽文女士，10分。江美玲女士呢？10分。好，谢谢吴明姐，谢谢，张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来公布总成绩。好，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啦。一号选手田蛙姐40分，鬼鬼。二号选手汤龙大哥40分，好。三号选手吴明姐40分，对。今天三位都是我们的冠军。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王秀晶女士，我们颁发冠军锦旗，欢迎。是财宝天王黑水手链，可以让你好运连连，事事顺心，赞吉赞个笑嘻嘻哦。好，我们要谢谢三位这样优秀的艺人朋友，同时还要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我们的评审委员哦。来，你们那边给。
拜托拜托，一样来电话，就像大家来说笑，大家来听笑。